从传教士那时间，打一阵，下来。哎呀！小公公要卖用的啦，我以为，但现在这个时阵，你能顶到小公的门口，有惊无？啊啊！姐姐啊，我今仔要搁赶到，你安尼讲，我都搁惊死。我的妈！消息，咱已经赢了，平安脱险了。你难做不？佳莹，莫大爷，莫大爷，莫大爷，你良心啊，电话袂搁转来啊？莫唔对，阮坐长兄弟已经将红上条证书拢做引开了。对上两个大劫，援手相救，莫想不弃难忘，是阮来日多报。免说啥，阮向梁英书而已啊。洪兵英书。什么人派你来救阮？莫大爷，你若想要了解机长的情形，请你随阮来去龙国山。你是用土家，看到枪兵在咧欺压咱汉人。一年也好多人反抗，莫大爷，都这些人，这些人不是白，根本是家己的人啊！你意思是讲，伊拢是反清的意思？弄唔到，这些反清的意思，平常时拢散布伫上江流域一带活动，平常时打扮这属龙江乡来维持生活，一旦甲这些政治的名人，伊就去合伙。莫大爷，令人看龙骨山是一个小小的所在，那是总召集起来的，所有的兄弟是不计其数。我真佩服，佩服这秘书意气坚定。我相信，相信那汉人总有出头的潜力吧。铁柱哥。财主一定是派人来救阮的迄个温丽，伊到底是甚人？国君，咱几啊年无见面，含讲你袂记得我何样咯？啊，我想着咯，记得当年。那是不是当时在扬州四大名妃下去了何将军啊？无唔对，我实在真欢喜，咱今日又搁再重逢了。重逢救命之恩，真是感恩不尽啊！哎，你讲的就太过话了。哎，自从扬州失散了，不分天地，我然后就去大号就去郑成功，今日来到这个龙骨山，我是何名来家一带。我特意要招募一挂官场红名的技术，暗中扰乱清廷。坦白讲，自从扬州失散了，千夫弃色，我心碎三年，不闻不问天下事。比起就何将军你的毅力，真是惭愧万分啊！我唔是安尼讲，人多有志呀。
啊对啦，我甲你介绍者，这位就是马贵，也是我结拜的小弟，伊是梁国家的副城主，梁伯君。不敢当，阿来，这位就是校外护风，小妹，我今去参见毛伯君甲毛夫人。嗯，护风参见毛伯君，毛夫人。小妹，你回留休息。伯君，我早就想讲，你登门拜访，请我伯君，你会当帮助一臂之力。那不过，施主，其实我想早就想要替您调好了，只是苦无良机啊。正是，要哪样讲？我今日见到，也是要帮忙阮刘国山哦。有此机会，我是坚持不定。哎呀，真好真好！慢一点，我跟苏弟用刀。是，是。哎，老爹，爹，请坐。现在地仙公用力不容以雕成清地，改完用力。现在地仙公已经攻占了金门、厦门，师兄弟更当是地仙公。地仙公啊，地仙公，明朝这么正多名将，亲像我三桂、尚可以、张继红，因拢是投降我国，受金的欺负，风狂四处，就伊对啦。那讲地仙公的老爸地志良，更是投降我国。皇上。地志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投降了。哈哈哈！真是好笑。地仙公的老爸地志良是一个贪生怕死、卖国求荣的人。不是，伊的子地仙公忠义不离，视死如归。因爸叫的跑亡搁义气，真是天渊之别啦。这个民族英雄啊，地上讲的地上调，将军哪忘的，一切当中心啊，不要动。剑中真锐，我的贵王哦，这个名流青史啊，受尊重，孤身乱世是出英雄，哪能抗衡是出英雄啊，这大清帝国，这兵啊。地心公一直不足，庄家有欢呼，应该早日派兵称雄，终于一网打尽，早日统一中国。皇兄，想低调地心公并不难，不容易成就在胸。这样，要不你讲看卖？别派到义兴龙多多。率兄弟伊个兵马南下去夺都，尚可以阮计无去攻打地仙宫，互伊汉人去互相相杀。到时候咱再来去攻占伊，标庆、厦门、金门，互伊居无定所，走投无路，自然都灭亡啊！嗯，相策相策，义兴宫。现在，这件代志就交我你去办。但是真的要抓地仙公是我这边的伤害，他来当导航的担当优秀。请遵旨。哼，这个地仙公，我千死不容，是不是天大意？不是。哦。一次，这就是军机大事，造成这件重伤大事。了解。有请你。走。都进来去天庆宫，恭相皇皇兄。
你要是你要是我想要把人玩耍，还能叫我去怕死你们震惊呢？哼，你上帝给不得给你呀、啊！天波大神正在你铁塔顺便落不备案。哼，你那是我无法去见光啊，今日地方都保不了。这不好做，其他的代志我会替你安排。皇上在那个晋江，甲皇上在那边喝番酒咯。这边来的呢，洞房花烛夜，恁落皇上，我来去禀太后，派人找皇上。苏丽珍，苏丽珍呐，这么暗嘛，皇上是要问什么？我有可能较叫了皇宫，较袂皇宫，先稳着个老意见。皇兄啊，啊，别讲，我春香一去是十千金，千金难换寸光阴。你怎个呢？我去进洞房啊吼！我不要进洞房，你莫把我带去要进洞房。哎，无啦，咱去无进洞房的，无进洞房就无影啊。饮到醉到安尼，看要安怎？哎呀，你这死老大，你今仔靠我的钱，是你给我送，你莫把我过了嘴。嗯皇兄啊，皇兄啊，我们皇兄已经等你真久了哟。都在靠近皇兄，免得小皇兄，都是都在输啊，皇兄，皇兄这怎搞呢啦？这边来怪你，阿婆皇兄啊，我人就教你啊哦。真正靠近皇上。皇上啊，你辛苦了。你是啊，我辛苦了吧？哈哈，我是不辛苦。刚刚我带来告朋友，都是怪点贪杯，不共戴手。本来是情不同意，就算讲我改一两夫妻之言了。皇上，这么暗吗？你可要出去？是，我要出来去休息下空气。稍等嘞，我无风力，无啥卡怎样生，小心有吹着风寒。
叫啥？